这个是我们在加油站碰到的员工餐，不知道是什么饼，那要把那个油酱泼在上面。那你要不要泼上？ Should we just dip it or? Okay, just dip it. Or what? 然后沾着醋和辣酱吃。塔尔寺上面还上去很高的地方。西林寺的清真寺，它四边都有这种标的这种石壁。在装修，这边花几棵树花开得很漂亮。清真寺后面的一条小街上的市场，不是辣的东西，这么多辣椒。没了。所有的东西都是红红辣辣的，红红火火，辣的不得了。那这个是青稞啦，青好像是叫青稞酒酿吧，酸奶大麻花。啊，他们在表演，这条街上的。清真寺后面那条街上，这苹果不是苹果，这面包这么大，它比鱼呀。